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怎么配？我是吃醋了，苏总，我这次算完成任务了吗？把我当什么人了？喂，张总，刚才不好意思啊，有点事儿。苏总，我把合同条款做了些修改，已经发到您邮箱了，我们尽快推进吧。行，好，知道了。假如生活全是工作，多没意思。如果我不成功。3年前的那个晚上，买不起手办，被公司解雇，被房东赶出出租屋的我，我跌入人生低谷的时候，遇到了人设外卖店。以后只能我开除别人，没有任何人能开除我。我要成为职场大 boss。那天之后，我的运势逆转，触底反弹，名利场对我敞开了大门，我想要的都成为了现实。人生巅峰什么样？我就什么样。但是，一切都是有代价的。随着财富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我的工作也像暴风雪一样把我裹住。我失去的不仅是自由支配的时间，我拿食欲兑换了成功，我不能享受美食。只能靠人设蛋白棒维持能量。从此以后，我就变成了一个只有工作，没有人生的人，穿梭在忙碌的日程当中，除了成功，我一无所有。如果没有成功，哪里来的人生？如果回到过去，我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？
不能因为谈恋爱荒废了我的版主大业。小爷爷，你那逼色我的有什么好事吗？赤小玉，你这话越来越抽象派了。恋爱时上头，理解理解。小玉，我看好你哦。赤小鱼，过来先，来我办公室。哦。什么情况？为什么叫我进来啊？坐。你坐我旁边，我工作更有效。啊？我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。知道啊。公费恋爱，你就好好欣赏你男友认真工作时候的模样吧，不要太迷恋我。收工了。干嘛呀？没有啊。别人看见了怎么办 ？Boss， 进。我来送份文件。放着吧。之前都是你一直投喂我，现在轮到我来投桃送李了。你怎么不吃啊？女朋友送的，是用来收藏的。那我先出去了。我今天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苏总，哎，明天再说。你们也赶紧下班吧，过一个愉快的下班生活。友情，的确有情况呀。都在打什么呀？哎呦，打你的游戏！小屁孩，少儿逼的呀！猜猜我是谁 ？Cindy, Mary, Nancy。
我逗你玩呢，走，看电影去。不去。那你想去哪儿？我先去趟洗手间。有这么多前任 ，Cindy、Mary、Nancy， 我拿什么跟他们比啊？